难道不是？我们今天反过来，我们让 AK 来比，然后林默来猜。没问题。就是看你在他的影响下，你陪他看了这么多的搞笑视频，你有没有得到一点点的升华？应该有。他要是好好跳舞，肯定能比得很好。肯定可以。AK 大哥，他在你的位置比较好。好了。哦，你不能往你的七点钟方向看了。七点。就是往我的方向看。好。第一个词。这还是他给我科普的。好。手上你拿了个某个东西，哟，拿了吧你，哎呦，好神奇啊，还有默契啊，读心术，哎，他们一种莫名的，但这个是最简单的，这个是他教我的，是，但你不能说里面的词，哦 ，OK， 看我就是，哈哈哈哈，你能想到什么吗？哎，这个能猜到，哎，这个其实他表现的蛮准的。你先猜前面两个，就是你在笑一个人，后来发现原来可笑的是房子塌了，不是，这个我告诉他吧，我们换下一个吧，下一个，好，这个是小丑竟是我自己，小丑竟，其实他表演的很有层次，对，对，差不多是那个意思，但真的这哇，这个我不行，哦，我看过那个视频，就你知道吗？就我得在你身后。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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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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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听懂了吗？就我跟你形容他那个场景，那个场景应该是类似于摩托车一前一后，前面是个男，后面是个女的，然后那个女的就是在，就很好玩的，就是在互动。不是我，是两个字，然后是别人去形容。不像我只会心疼。你居然没有看过这个梗？你直接讲出来吧，我还蛮想，就是、我还蛮想知道。就爹爹那个什么，你不知道吗？哥哥，对对是吗？他没猜出。不像我只会心疼哥哥，你没看过这个？绿茶，就是那个，不是就叫这梗就叫爹爹。哦，爹爹啊，人才啊、哦！不好意思，我们换一个。啊，对于完全不知道，哎呦，你这真下一个，真下一个，真下一个。这个非常顺其自然的给他们。没事，我们题目多的是。但是我觉得这个游戏啊，非常难进行下去。他们两个真的不在，渐渐的不在一个频道。没事，再来一个，还有。那来一个嘛。肯定可以，这个我觉得还蛮简单的。来一个，表现一下你们的默契行不行？可不能说的太。哇。哎。来。就是。你先告诉他几个字。这两个字。两个字。然后他是形容当代年轻人一个头疼的生活现状。这其实做动作就可以了。对，就是滑跪。不对，就是哎这样子转圈圈是什么？就往里面，就是内卷。对，太恐怖了，我真的很恐怖了。你害怕内卷？你害怕这件事情？害怕。这个也简单，这个直接示范，一秒就知道。我看一看。你这么说出来，如果一秒不知道，谁学？不可能，很难。哦。平躺，睡接近了，反过来就行。平躺，躺平。对，对了。躺平，可以的，还是有一些默契的。别看，我不看过了。给我看。还有好多哦。你们选一个，再一个就好了。好的，来。这个太过分了。啊？可以吗？这个就厉害喽。妈耶！这个有可能猜得到的吗？有可能。先看是啥嘛？太有可能了。给 AK 看一下，他肯定 OK 的。我觉得他们太年轻，可能还不知道这几个词什么意思。知道的啦。这个猜不到，有点得罪人。这个猜不到就不行了。李默马上就不是时尚的弄潮儿。魔术，刘谦老师魔术。他要说一个什么台词？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对啊，哎，还真的猜得到。可以的。见证奇迹。老板你好红哦。这个能够猜得到，那基本上可以了。你就是弄潮。我带他们去吃饭吧。不愧是弄潮。那你就直接允许他们去我们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地方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我们的茶水间，他就留在这边了，他在这边。